大家好，三六五周末好去处又准时跟您见面了，我是元帅。之前的几个周末大家玩的还愉快吗？这个星期我又为大家搜罗了其他的一些好玩的活动，不如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 High Park 冬季开心游戏日 Winter Fun Day 是为孩子们安排的动手游戏活动，让孩子们在寒冷的冬天不觉沉闷。在 High Park 的 Cobra Lounge 将有座太妃糖，室外有烤棉花糖，品尝烤薯和热饮料等，有吃又有玩，但孩子们要注意穿着保暖的衣服，以免着凉哦。时间1月20日，上午11点到下午3点，地点在 Cobra Lounge High Park。 票价，此活动免门票费，但个别活动收取少量费用。电话416-392-6916。世家堡博物馆周末，1月份世家堡博物馆周末展览欢迎各界人士参加，活动有吃有玩，而且适合全家老少参与，是市民们了解世家堡历史与新老朋友聚会的好机会。时间，即日起至1月27日，逢每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4点，地点在 Scarborough Museum。 电话416-338-8807。完全婚纱展 The Total Wedding Show 有100多个参展商展示最新潮的婚纱、新娘新郎的发饰、化妆及摄影、花卉、婚戒、塑身等与婚礼有关的各种信息和服务，现场还有幸运大抽奖。此展览时间为1月18日至20日，周五下午5点到晚上9点，周六上午10点到晚上9点，周日上午10点到下午6点，地点在 International Center。 票价15元。电话905-845-2644。非凡中国工艺品展，安省皇家博物馆近日举行的小技巧奇效果非凡中国工艺品展，展出大约70件从唐朝到21世纪早期的中国工艺品，包括绘画、扇子、鼻烟壶、护身符等，制作材料也五花八门，是个了解中国文化手工艺术的窗口。时间1月7日至2月2日，周一至周四及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半，周五上午10点到晚上8点半，地点在 Royal Ontario Museum。 票价成人15元。电话416-586-8000。秘鲁银饰展，此展览展示了秘鲁古代银饰收藏品的活动，这些收藏品显示了秘鲁人2000多年的文化和历史。140多件收藏，包括首饰、头冠、面具及其他手工艺品，都是第一次在加拿大展出。时间1月15日至3月8日，周二、周四、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5点，周三中午12点到晚上8点，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，地点在 University of Toronto Arts Center。 电话416-978-1838。舞动周末 Dance Weekend 是由 Dance Ontario 主办的一个舞蹈周末活动，这个一年一度的活动聚集了芭蕾、现代、西班牙、中东等各种风格流派的舞蹈，能让舞蹈者大开眼界。时间1月18日、19日，周五下午1点到晚上10点，周六下午1点到晚上7点，地点在 Harbourfront Center。 电话416-973-4000。多伦多国际船展，此船展今年已是第55届举行了，是个可以参观到最新款的船只及与船只相关的零件、饰品及服务的大型展览，欢迎喜爱游艇船只的你前去参观。时间即日起至1月20日，地点在 Direct Energy Center。 票价成人18元，长者15元，16岁或以下儿童免费，另设周末及2日套票。电话905-951-0018。